好，我跟你讲，时间很赶，我们赶快 uncle。好，来 ，OK， 接下来带来我们的101首哦，这首歌叫做《一二二一》哈，来，好，我们是草草屋乐团啊，那我是阿伟，他是浩毅啊，希望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哈，哎，已经新的一年了吗？还没有，好，希望在这个年末我们的这个结尾可以过得开开心心，好不好？快快乐乐，好，铁花村吧台有超多酒，你们赶快去买。就会变成他们粉丝，现在那个人吼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趋势，就是通常跨年就是这样子，大家就是快到的时候就会疯狂的涌进铁花村，所以你们现在有座位的呢就好好镇守你们的位置好不好，然后酒或者是饮料多喝一点，漫漫长夜的待会呢就是今天的节目都很精彩，但是越晚呢可能随着我们体内的酒精浓度越高，你们就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嗨，你看那个其中一组表演者就是他要去上厕所这样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铁花村今晚的所有节目。